一个地方能留住一个人，不要不是这个地方能留住这个人，而是说人能留住这个人，就看有没有真的遇到一个让你想要安定下来的人，还有一帮就是值得交心的朋友这样子。我没有很漂亮，我没有很苗条，然后我学历没有特别高，我工资没有特别高，然后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我都在非诚勿扰舞台上的话，那么大家也鼓起勇气然后奔上非诚勿扰的舞台吧，幸福会在那儿等着你的。